桥那边，我们在做最后整理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准备了。陪他顺利，平平安安上山，平平安安下山哈。啊，一点果酒，相信他冰冷啊，相信你。啊，如果有就是不礼貌得罪的地方啊，希望酒店上车能够见谅啊，有礼貌，谢谢。还有一点点，还有喝掉，剩下喝掉，拜请。已经说整体不错，对，还有很多条整体，不要急哈。好，看我们，谢谢。看得到吗？看得到，看得到。看得到，好。在那里面，好了，好，看到了，小只的。在哪里？对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里了。对。所以这前面应该是房子了。哎呦，这个方向，哎，不对，这个，对，房子应该是这个方向啊。对啊。然后等一下会，房子这个方向会切到一个路上去嘛？切到教堂上面嘛？不是。对啊。哦，路应该在下面。好，遇到路的时候右转了。哇，路变这样。这里是永山。先把鞋子脱掉，因为好，鞋子应该叫鞋。有滑动的先把它用掉，有滑动的先踢掉。它是要踢的哈。你叫我坐。哦，坐好。坐坐。走比较麻烦。撑好，撑好再。嗯。撑好，先撑好。大哥，你要等他一下。好。你不要太快，那。哦。加爱左转，稍微左转。我们，我看一下。等一下。左边下去，还右边吗？从右边吗？对，你再下来一点。啊，这样，从右边这里。再下来一点，再下来一点。这一颗，我再做一次就好了。再做一次就好了，好。
也看不出来是头那边啊，右边那边啊。哎呀，这边。这里有路吗？有了。我们就走这边啊。他们走这边。哦，他们在这边看的。嗯。水路的排椅哦，我今天有看到这个。嗯，水路。就本来说就还没到，被骗了！哇，这条点那个。哇！我来。三角点。我现在好想要吃泡面，回去就有了。耶！辛苦了。
帮我拍一张吗？要抓绳子，去顶绳子要抓着。OK。那危险了。你不要踩里面。对。不要拉拉。一步一趋，嘿。本轮到大马山，吼吼吼！耶！